中堂圣马斗福音，那时候耶稣主来到家己个家乡，就回转来教训人，劝人就尊敬起大大，一个人互一个来一个智慧甲灵力，伊不是做差间个老囝，伊个母亲叫玛利亚，伊个。请人叫雅各伯、约瑟、西满甲犹大，伊个姐妹毋是大人之讲吗？了，伊家一些是伫国内个，就对伊起了反感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谁在得了大家己个本乡本家话，无不受尊敬个。”耶稣大喝讲：“因为他们的不幸无。”圣若在奇迹，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了。耶稣主在一个家乡，就是拿撒勒，要去会堂个。伊人个东西，一个拿撒勒，一个会堂，是真大个地方啊。要做工头个人，伊人负责个人，教师穿着一件有灵力个，会请伊来读经，要请伊来工头。突然听耶稣主讲这个道理，就感觉到耶稣主个道理，真正无平庸啊！出个听，但是伊人。虽然心内就是想，但这个耶稣主人在近百余里，这个三十年，人看伊，伊是这个做差工个啦，伊个母亲玛利亚也白，就是人会白个啊。哎，昨日又讲他就是强个话。虽然人心内就是想，但是伊人无进一步的到，哎，耶稣主安尼你。甲咱配药做淡薄，你甲咱带药做淡薄，反过来，伊人伊答哎呀，明明是咱当一个人嘛，伊个请咱咱怎会白吗？意思是咱，哎呀，咱都白伊啊，真系好不无憾。这些就是伊人个思想已经有了偏见啊，伊人以为呾伊人认白耶稣。但是伊人无想到耶稣主三十年，就是天父个意思，啊伊渐渐到三十岁个时候才出来讲道，宣讲天国个道理。伊人因为这些个偏见，所以人就失去了一个机会，无机会进一步听耶稣主讲道理。要耶稣主也因为伊人个不信。到迄个也无惊什么奇迹，咱家己到咱个生活当留在里面，有时咱身边有一撮人，咱也对伊人有偏见啊。你人答啊，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啦？这个人有干啥什么好事啦？是个，所以咱因为对一撮人，咱身边个人有偏见，咱纯粹时候就失去这个咱学习个机会。咱人对耶稣主也是这样说，有个人，咱领水都已经几十年咯，咱当咱读道理都读几十年咯，咱去圣殿听神父讲道理也听几十年咯。哎呀，咱都听过了，咱都明。其实真侪时候，咱是未明白，听是听，但是无入耳；听是听，但是咱无实践。所以咱嘴里当咱会拜耶稣。其实咱哩无命白用，了咱哩无心进一步爱去学习，进一步爱去了解耶稣主嘅道理，要好好嘅对伊嘅道理去实践。咱哩加强加恶，咱已经会知咯，咱已经做加油入罪呢咯。但是真侪时候啊，只出所谓嘅老加油啊，对耶稣主嘅道理啊，拢都是。话坦率，未明白。
所以咱今日就清楚来开咱个心，咱来强顺，咱若是精神无明白个地方，咱来学习，咱来多了解，多来听，要真正个爱相信耶稣主个福音，做一个福音去实践。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你。